有请两位来为我们的微博网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刘浩存，在脱轨剧中饰演江小媛。大家好，我是林一，我在脱轨中饰演祁连。台面呢，家人们，我们要先来替网友发言一波啊！网友对于最近的部分剧情有一些辣评，不知道我们天降奇缘祁连、小媛对于这些评价是否有所耳闻呢？那接下来两位各自来接受一下网友们的审判吧。好，我来代替网友们传达一下啊。首先是我们浩存的辣评，江小媛伤心去理发店熬夜练习剪头时，网友辣评江小媛一晚上怒剪十个头，咱下回不这样了。嗯，老师，我回去跟小媛说我们不这样了。然后这个剪头呢是江小媛宣这个叫输出自己的情绪的一种方式，请大家多多理解。好的，那接下来还是小媛啊。小媛哭到粉底花了时，网友辣评江小媛速速交出粉底液让我避雷一下。这个粉底不关粉底的事啊，就是要怪就怪让小媛流泪的人。是谁呢？是谁呢？一天下雨了。嗯，好，好，小媛的第三条啊，江小媛和祁连两人吵架时，网友辣评江小媛超级大犟种。哦，这个，咱们小媛就是说，一整个犟住，一点都不能认输，认输不了一点，所以这个不犟不是江小媛。原来江小媛就是降小媛啊，对，降小媛，谐音梗。好，那接下来到我们祁连来接受审判了啊。江小媛和祁连雨中拉扯名场面时，网友辣评祁连雨伞颠工。雨伞颠工，我觉得祁连他我觉得他不光是雨伞颠工，还是这个 strong 暴徒，这不给他的称号。嗯，嗯，还是很非常的强壮。嗯，好的。那接下来祁连对江小媛放狠话会让他后悔时，网友辣评追妻火葬场，男丁一位。我小媛已经，我觉得可能 不止一位吧，因为好像我们系里很多人对他放狠话。哦，到时候一起集合一下。 嗯好嘞。第三个，祁连一直在寻找许晋阳，网友辣评你和许晋阳过去吧。我跟许晋阳过，这对祁连来说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嗯嗯，好的，那接下来就要接受我们为两位准备的默契考验小游戏，通过三轮游戏来考验我们天降奇缘的默契程度啦。首先我们为两位准备了隐藏任务，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两位要努力完成隐藏任务且不被发现，即为任务成功。若有其中一位没有完成，那两位就要最后一起接受小惩罚啦。这把要考验一下双方的了解和默契度。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发放一下隐藏任务卡吧，不要给对方看到哦。好，我们偷偷看完之后可以对着镜头展示一下，但是不要让对方看到。哦，忍不住想。 OK OK， 好的，好，可以收起来了。你就这样把好好收起来啊。没兜啊，好，揣我兜里。接下来就有请两位以小编的身份来为我们线上关心两位的铁粉们汇报一下进度吧。我们准备了两个账号，微博电视剧和新浪电视，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两位现在可以使用我们的微博电视剧和新浪电视两个大号来为我们的剧做宣传啦。哦，工作人员可以进行一些指导吗？哦哦哦，好，好的。我们可以加一点东西，是不是？嗯，是的，可以尽情发挥。我们最近在网上冲浪看到的梗啊什么的都可以放。那我们要不要加一点梗？小圆啊，什么梗？我写这个
公主请看剧，你写王子请看剧，怎么样？行，你写公主请看剧，然后我把它。你写什么？我写多多支持啊。不是，咱俩这个要打一套连招。我写公主请看剧。你先写上。我想加一个这个表情。后腿认真工作起来，好像静止画面，一动不动。两位已经我写这个，你写、那个、开心的那个表情包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有看着啊？哪个开心的表情包？就是很开心，我们微博那个很开心的那个表情包。算我换这个吧，这个。好，用这个跟这个都是开心。不可以了，要发送出去吗？啊，对，你编辑好的话可以随时发送，或者也可以等等林老师。我们。小袁已经发布了，是吗？对，微博电视剧的账号。好，大家可以去微博电视剧的账号抢沙发和我们的好朋友互动哦。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这条微博去看一下。你一时还在努力的加梗是吗？可以加加。点这个。怎么？对，然后往上。我这个我一般都用手机，我整不明白这电脑，这电脑咋整？这样。对。怎么整？哦，这样就行。对对，咱用什么太不用电脑。这里有评论，你也可以跟评论员上互动之类的。好，我们最后一分钟，差不多咱们可以关了，然后看有没有人。对，可以。OK， 我。啊，已经发布了是吧？好的，那我们两位都已经发布了，网友们可以去微博电视剧和新浪电视的账号去下账号下去和他们互动啊。可以翻一下牌子。怎么刷新啊？可以刷新。啊，刷新网页是吧？对。啊，好的好的，谢谢。如果有意思的评论，我们可以互动一下。这个，对，点这个，他们俩好认真啊，我都不忍心打断。浩存有看到什么有意思的评论吗？可以念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会免单吗？真的会免单吗？我也想知道。回他。好的王小圆。为他，好的公主。可以回复一下这位网友。咦，这边有看到什么有意思的评论吗？有个人跟我说好的王子，我说好的公主。有人说可以加更吗？可以吗？这个问题是我想问的，可以吗？可以吗？那 我问回去可以吗？可以艾特一下我们官微。怎么艾特呀老师？3、2电视剧脱轨。哦，我艾特电视剧脱轨就行。嗯，可能没。我得打上去是吧？好的，我们再翻一条就可以结束这个环节了。对。OK， 谢谢。浩存老师非常认真的把每条评论都看了。是的，我看见他一直在努力的看这个电脑屏幕。你就可以直接打字，大家发的每一条评论，我们两位主演都看在眼里哦。好，我们再翻最后一条就结束了。就这样吧。这字儿这么小呢。哦。哦。好的，两位 OK 了吗？
好，我们还在看评论。好，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电脑收下去吧。好，谢谢我们的两位新小编啊。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开始我们的默契考验了。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几个默契小游戏来让天降奇缘恢复默契，解除误会。首先第一个合作小游戏叫做看 emoji 猜词，我们为各位准备了几个 emoji 的表情，一共九个表情，会由你们俩来抢答来猜测正确答案啊！就我数完三二一之后，然后你们通过举手来获得这个抢答的机会，最终猜得多的一方胜出，输的人需要答应获胜方一个小要求。 OK， 好，首先我们第一题，先给网友们看一下。好，抢答是吗？对，知道的就可以举手了啊。威尼五十，什么名台词被？哦，威啊，那是那不是对对吗？哦哦，没错。好，好的，两位可以现场来一个威尼五十的表情包吗？对着我们的镜头来做一下。威尼五十。好，我有个疯狂截图。大威，我是大威博主，现在威是这样。第二题来了，什么？没戴眼镜。举八吹杨草，举八吹杨。接近了，接近了。和最近的热搜有关。哦，倒拔垂杨柳。答对了。哦，垂杨柳这个我想让他们还原，但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好还原。我怎么这么还原倒拔。好，接下来第三题，网友先看。这个有一点点难度了。行，俩人不行。行，行人行双不行。 OK，俩叉 OK， 行，说的字儿我都听得懂，连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OK 是鬼灭，不 OK 是迪灭。浩辰，好是好的，是好，咱俩好是鬼灭，咱俩不好是迪灭。答对了。啊，什么？不是，是，没错，就是好的是鬼蜜，不好的是敌蜜。鬼蜜就是追我们脱轨的朋友们的一个统称啦。哦，好，好，接下来我们第四题。伞不两个人领带，是咱们的名牌。好，这么大的伞就不能两个人一起打吗？没错，答对。哇，这太难了，这么多字，只有四个表情，我以为只有四个字。对，但是猜的是最快的。是好的，就要打开脑洞。哎，所以就是当时这一场的名场面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这么大的伞就不能两个人一起打吗？在拍摄的时候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很窘迫，我因为我那个我拍戏的时候那个眼镜是有镜片，然后我每次跑出去的时候，我那个戏是很生气嘛，我经常很生气，然后一生气一回头，然后眼镜上全是雾加那个雨水，我根本看不见江小媛。对，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题。这一题我承认啊，确实是有一点难。这句话呢，应该算是喜欢你们俩的网友们会对你们俩的角色说的一句话。云下嘴嘴上，云下。林一主打就是一个直译。两个人的。云。接近了，接近了。天塌下来有两个人嘴。你们两个人是。顶着。你们两个人的。CP 名是奇连奇缘，天降奇缘。来，两个人都举手了。哦，林一来回答吧。
天降奇缘，加起来，云天降奇缘，算了，还是浩存吧。天降已经答的差不多。天塌下来有两有奇天降奇缘的嘴顶着。没错，恭喜浩存答对了，这题确实有一点难啊。所以你们知道网友们为什么会对你们发出这一句话吗？因为咱俩老师就是有什么表达什么，就是不会。不说话，不表达，嗯，所以就是我们就能解开很多东西，嗯，嗯，爸，好的，来，我们屏幕前的网友们也可以一起来猜测哦。这举不会是那个老师你鞋垫开了吧？我们可以有幸看到你们俩一块现场还原这个表情包吗？嗯，老师你鞋带开了。鞋带开了。我数三二一啊，你们一块来，三二一。老师鞋带开了。开了。好的，看了一眼啊，还好我今天穿的没有鞋带鞋。好，下一题。跑什么？跑人火跑，中间那是什么呀？中间这有点难，感觉。看是什么性别？好女火。好男女。他真的是直译。男女。好公主火。好。这个在刚刚我们的刷屏环节有提到过哦。追公主火。好像有。追什么呢？追什么呢？追小圆。火。追的小圆一肚子火，这有你的，这被他翻译成对吧？你好难猜，你自己觉得对吗？啊、这我们刚刚在辣评环节有说过什么什么什么男兵一位，追妻火葬场男兵一位，没错，答对了。哦、好，这个确实也有一点。这个适合我们的狗相关的，什么公主？公主上厉害，牛。公主生气了，上厉害。公主的妈妈叫什么？皇后。公后后皇冠上。公主的妈妈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叫女王呢？女王请看剧。女王答对了。女王你好死。这是什么？女王你好死。哎、啊、是吗？没错，答对了。那为什么是一个放弃呀、啊、放弃是死吗？啊、女王你好死。最后一题了啊。这题有一点抽象，需要两位意会一下。跳吧。双人舞，嗯，什么双人舞呢？国标舞，一支舞的名字，拉丁舞，一支舞的名字，唱吧没口，哎，没错，答对了啊，是吗？那噔噔噔，哦，好的，是我们两个男生跳的。来，接下来我们计分的大家反应是浩存获得了胜利是吗？好，那我们恭喜我们浩存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那接下来。输的人需要答应获胜方一个小要求，浩存现在可以提要求了。来吧，做任务吧，是这个。什么要求？你就是那个上面要求你干嘛？都可以，不用局限。哎，真的哈。那请说，公主殿下，请看剧。公主殿下，请看剧。恭喜浩存完成任务啊！好的，我们非常公开的一次隐藏任务的完成。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游戏，叫做三二一看这边。这个游戏相信两位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一轮游戏呢会分成两轮，每一轮会是三局两胜，最后的赢家可以要求输家用指定姿势拍照，让对方言听计从的机会。来了，好，两位可以先行决定一下谁先比划，谁先转头啊。第一轮你先来。行，好，三二一看这边。所以是第一局就已经、哦、输了。继续吗？直接继续三局两胜、啊、赢的人接着来吗？还是换我？好问题。
你们俩觉得呢？赢的人继续吧。嗯。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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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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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第一轮还教别人呢，我输了。那我们还有第二轮的，还有第二轮可以有翻盘的机会啊。好，来，再来继续。哦，继续。对对对，再来一个。我来。啊，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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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听话呀、啊？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你这个游戏看来已经结束了啊！这一轮，好的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两轮的输家已经有定论了，就是我们的林一同学。好，那我们的赢家呢，可以要求输家用指定的姿势拍照。嗯，好，有请我们的同时上一下我们的拍立得。浩存可以想一下，需要他什么姿势拍照呢？我为他进行一个拍摄吧。嗯，需要这样。这样。嗯。好。就是酷一点。这是什么？就是。男生是怎么酷？是酷。这样拆的，叉的。揣在裤子里就很酷，是吧？对。我来拍啊、哦、这样带到我这裤子是不是一张可以多拍几张的好、哦、好他们说就三张相纸是吧啊不用啊、那先一起好的一起是吗来我还要这样是吗还要继续很酷，喂，好，我刚看弹幕说你们俩隔得也太远了，可以座位稍微近一点，他们的视线更好集中。我们这个座是带轱辘的。好的，是。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游戏，叫做“当然了，真心话大挑战”。我先介绍规则，然后一会儿拍立得写下了之后，我们可以给镜头展示一下哈。好，相信两位对剧中天降奇缘的名场面不会陌生。那些脱口而出的话，有时并非真心，说完就已经后悔了。那现在我们会通过“当然了”这个小游戏，让两位把心里话说出来，把鬼蜜们被狠狠虐到的心填回来啊！两位可以利用剧情为对方设下陷阱，无法回答“当然了”的人即为输家，输的人要现场爆料一则独家拍摄趣事。啊，那有请我们的小袁先提问吧。无论提什么问他都必须先回答当然了然后再反向的提问、啊、哦好的你说那个要不你先来啊我先来嗯哎不用这个了是吧啊我说我当初借你的钱，你会连本带息还给我的吧？当然啦。你说不喜欢，你说你在乎另一个江小媛是假的吧？当然了，我肯定比许静阳更重要吧？嗯，那当然了，当然了，越来越狠啊！你跟许静阳要不凑合过，你觉得你认可吗？当然了。思考了好久。我跟许静阳过，你肯定不愿意吧？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太好回答了。当然了，你开美发店，你开美发店。当然了。啊！
这么能说？你开美发店不是为了江小媛，是假的吧？嗯，当然了，那是当然了。让我听清。我跟霍博宇，你一定会选择我吧？当然了，那我跟，那我你，你不想让我回家是真的吧？当然了。哎，你们怎么越问越戳在这方？一会儿你会喂我50，对吧？当然啦。好的，你一会儿记得喂我。你在剧里第一次喂我100，对吧？当然了，哎，算好，继续不下去了，我觉得反正我俩这个都很倔强。嗯，好，我认输。那接下来我们林毅需要再爆料一则现场的拍摄趣事了。啊，这是这个惩罚。拍摄趣事，拍摄趣事有很多，拍摄趣事。刚刚爆料了一个眼镜的。啊，眼镜，还有什么趣事呢？啊，我们拍摄的时候。那个小圆经常会在现场叫我本名，对，他经常把这个我跟祁连搞混。对，我记得有一次在奶奶家门口，然后那场戏是我很累，然后很疲惫，摔倒在地，然后小圆过来应该说就是祁连你没事吧，然后我摔倒在地，然后他就过来说林一你没事吧，我说啊，我林一没事，那个祁连不行了。对，这个确实很有意思，浩存，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在剧里面一共叫错他，我得叫错他3次。嗯，一个是就是我晕倒之后回到酒店，然后醒来之后跟他说祁连我回不去家了，然后那个醒来第一眼看到那个林一，我就叫林一，然后马上因为我那场戏是要酝酿情绪，然后马上就是。很抱歉的又躺回去了，就是叫错了。然后还有一次是祁连带小圆去编辫子，嗯，我一转过来说林一怎么样，然后就那次叫错了。是因为他的名字很像剧里的，集中这个注意力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搞混，容易叫错。嗯，很有意思啊，我们的这个小花絮。好，那两位其实经过刚刚的游戏，默契还是挺厉害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也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关于天象起源的故事。那首先有请我们的媒体中国网娱乐。哇，各位老师好。哎，你好。然后麦标就首先请主持人好。我是中国网娱乐的记者，然后这边其实准备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浩总。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好。就是。周伟开播之后，咱们浩辰老师有没有去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评论？那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特别特别喜欢和心疼我们江小媛，然后现在的一个搜索和播放量也在逐步的一个攀升。那么想问一下老师，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或者说跟观众朋友们说的吗？首先很感谢大家支持和喜爱江小媛，我也是很喜爱这个角色，她很坚强，很吸引我，所以我就是注入了很多心血在这个角色上，希望我也能够像江小媛一样把勇气和希望带给大家。好的，谢谢老师。然后我这边的问题就结束了。好的，接下来有请红星新闻鱼。老师们好，我想问一下林一，大家都说祁连是一个大犟种，你本人私底下的性格也会比较犟吗？我私底下性格一直不犟，对，我妈都说我好像没有叛逆期，对，所以这次祁连这个角色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说很执着，然后在戏里经常会。有很多吵架的戏份，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吧。就是跟你本人反差感挺大。对，反差挺大。好，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邦尼日日班。好，老师这里。浩辰你好，想提问2025年的江小媛进入平行时空的你，在经历了生存生活和遇见对的人之后，有没有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2023年的刘浩存如何评价2025年的江小媛和2018年之前的江小媛呢？谢谢。
他是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其实，抱歉，我想喝口水，我有点事儿。他其实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很喜欢江小媛这个角色。我是刘浩存来评论的话，就是他很喜欢2025年的江小媛，也很喜欢2018年的江小媛，因为2018年的江小媛，他是虽然经历了重生这么大的一个波折，但是他依然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而且很坚韧，很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同时也找到自己的热爱。然后他2025年的江小媛，他是有因为家境的原因让他身上有一点傲气，但是他同样对自己的朋友是非常珍惜的。好，谢谢。不客气。好，接下来有请追星少女卓小燕。就是想问一下林一，哎，你好呀。就是剧中那个七连骑摩托车的时候真的很帅，然后想问一下林一，就是学骑摩托学了多久，然后除此之外还在这部剧中该有什么别的技能吗？学摩托车是从进组开始大概一个月吧，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练。然后 get 到的新技能蛮多的，我有很多这个打戏，然后还有七连，很多威尼五十的新技能。对，他有很多这个骑摩托车的技巧是我在这个戏里在现场跟老师学的啊，就因为我其实学会之后，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在生活中很帅气的把这个摩托车停下，或者帅气的上车。对，我在现场跟一些会骑摩托车的老师去请教。确实也留下了非常多非常帅气的镜头啊，看出现在无数我们微博上的二创剪辑里面。好，那除了我们的媒体和博主们很关心咱们这部剧之外呢，我们微博上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两位。首先是浩存的粉丝，他想提问浩存宝宝，觉得我们平行世界里的千金大小姐江小媛和穷困潦倒的江小媛在性格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他们都是一种就是非常坚韧的存在，像小草一样努力生长，很顽强。然后他们特别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论到了哪里，他们都很爱他的朋友，就是真心的去交朋友，真心的对待他们，很大方，然后很珍惜他们。有很坚韧的内核，对又有很真心对待友情的这么一个方面。是的。那接下来是我们林一的粉丝，他想提问说祁连这一角色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他最吸引我的点就是他跟我以往接过的角色有很大的落差，很大的差别。因为很犟是吗？对，他不光犟，他是一个很怎么说，性格很极端，然后他有很多自己原生家庭呢，或者说他身上很多背负着很多东西，对，我复杂的很难说，因为我一说就容易剧透。对，他很多东西是在后面大家才能看到，后面会慢慢展现出来。对，他想说，如果你在现实中遇到祁连，会对他说些什么呢？林一想对祁连说些什么呢？我想给他剧透，对，我想告诉他，这个就是那个江小媛，对他一直都是这个江小媛。祁连他，对，祁连其实是在，他后面，江小媛有一次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才认定他一直都是那个江小媛。那前面心里面其实一直在摇摆，有时候觉得是，有时候觉得又不是。对对，所以前面如果能回去面对他的话，我会告诉他，是这样的，我想给他剧透。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默契考验局也要接近尾声了，想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完成自己的隐藏任务呢？有个人已经光明正大的完成了，有个人成了吗？我不知道。哎，成了吗？你可以问问浩存。你有发那个公子请王子请看剧吗？我没有。
好犟，好的。但是这个不是要说出来。啊，我以为你发也行，但你发也没发，但是我输了。是失败了。嗯。好的，那我们两位没有完成我们的隐藏任务，就要接受我们的小惩罚了。需要按照我们给出的拍照姿势来拍摄拍立得，之后也会送给我们电视剧脱轨的粉丝们。哦、那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这是双人任务。对对，双人的拍立得。哦，好，我们咱俩这个工作人员可以送上我们的名称。我以为就是一个人输掉。有人现场为我们的天降奇缘搬来了民政局。哦、好，接下来两位需要参考我们的姿势来拍摄三张合照。民政局，参考一下，谢谢。嗯，这样。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这样，民政局不都是这样吗？俩人结婚的时候是吧？来，先来一张吧。哦、一起，是俩人都这样吧？啊、没哦，没结过婚，没。我也是这样啊。是的。来，大家准备截屏，三、二、一。来，两位看一下上面，这里，民这里。我觉得民政局可以再往后面一点点。往后，对。他们俩往，你们俩不用往后，民政局往，他们俩往后滑动。好的，我们第二个姿势。第二姿势。那两个不太像民政局，民政局，我们民政局就这个百年好合，哎，也可以的。好，我们第二个姿势，三、二、一，准备截屏。好的，那我们第三个姿势，在民政局要拍什么样的姿势呢？要拍这个微博大 V 的姿势。谢谢你，一直给我们好。三、二、一，微博大 V 结婚是怎么一个拍照姿势呢？林一同学和我们的浩存来进行教学了。给你五十。好。哎，你刚刚说给我五十。对。好。当然了。当然了。这个已经好了。哎，好的，那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镜头前展示一下啦。这是刚刚两位拍摄的拍立得，这个是浩存为林一拍摄的拍立得，我们给网友们看一看吧。对，助理。好的，在我们大家的助攻下，小圆和祁连正式解除误会。那想问问小圆的微博账号要不要关注回来呀？要不要关注回来看祁连的表现啦？他给我取关了吗？啊，给你取关，你才知道吗？必须取关。真的是的，是开玩笑的吗？还是什么？小圆的微博账号取关了祁连的微博账号吗？是的，嗯，角色号，啊，我说这事儿这么大吗？就给我微博取关了，这得上热搜了吧？我这个以为是刘浩存取关林一啊，我说杀青那天好，是不是大家互关？对，好的，那就、啊、是你取关的那个角色号，反正就是取关你了啊。看你表现再关注米亚内，那接下来就看祁连的表现了。好，那我们天降奇缘的进展少不了鬼迷们的助攻，这里我们要替鬼迷们再要一个福利，如果我们的脱轨热度直破8000，两位可以给到什么福利呢？8000。又要迷你8000。8000什么福利呢？8000。如果是小圆的话，那小圆要给大家，我给大家画眉毛吧，感觉大家好像很害怕的样子，不是吧？期待画眉毛吧，给谁画？给谁都可以，谁想画眉毛？谁想画？出一个这个。眉毛美妆教学视频是吧？是这意思吗？绝对不会是那种321的那种。啊，那是眼线。嗯，好，他出这个美妆视频是吧？我8000，8000我就我给大家录个手势舞吧。是你自编？是为你50，为你200。可以，你自编的手势舞啊。嗯。好。这是大比心，
那我们拭目以待了啊，期待我们的优酷站内热度破8000，我们天降奇缘为大家发福利了啊。好，那接下来听说我们浩存和林一也特意带了礼物送给我们现场的鬼蜜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的礼物，来，哎，我们现场的鬼蜜们也给两位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小惊喜，来，请两位看这边。来，请后面的工作人员到位。为鬼吃，为鬼狂，我为捉鬼撞大墙，天降起源给我锁死。女王领好礼。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谢谢。好暖心。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两位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可以介绍一下。啊，我。你先。我先，我准备的是这个，因为这个七连总是。V50，我也准备了一个红包，对，我打算今天为大家50，对，这里边有我的一个，真的有50吗？准备，它可能价值也许不止50，对，我的一个小卡，嗯嗯，然后还有这个七连三排的牛奶，代表七连这个角色。好，这个钻石糖，就是希望各位女王请看剧，给你们戴上这个钻戒。非常精心的。巴拉泡泡糖就是我剧中的一个、小桥段小设计，希望大家可以生活看剧都甜甜的。好，多多支持我们的脱轨。嗯，我给大家准备了玫瑰花。你没介绍完对吧？你来，你先把你的介绍完吧。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伞就是这么大的伞，这么大伞不能两人一起打吗？这么小的伞就一个人打就行了。嗯，这么小的伞两个人一起打才有意思。好，对，好啊，谢谢林一浩存。嗯，给大家准备了玫瑰花。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剧很浪漫，所以想要让大家传递给大家浪漫。嗯，然后这个是手套，希望大家冬天暖暖的追剧可以戴上江小龙的手套，暖暖一冬天。嗯，非常的实用。这个是给大家准备了咖啡，因为知道大家为了我们脱轨的剧忙前忙后很辛苦，希望大家喝了之后可以精神百倍。然后还准备了这个，因为小圆他不是就是美发呀，时尚之都，所以就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按摩的梳子，大家就是想放松的时候可以用它梳一梳头皮，按摩按摩，就是达到一个很舒适很快乐的效果。然后这个大姐是专门的就是去设计的，就是有一个2025年的江小圆和2018年的江小圆，整体的这个也加了江小圆的语录，就是哎，我不是老师，您鞋带开了吗？然后这个是老师，您追剧套餐的袋子开了。然后就希望大家喜欢，然后里面也放了我的小卡，就是大家如果要抽到的话，祝大家天天开心。好，谢谢浩存，好用心啊，两位。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播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两位可以再跟我们直播间的微博网友们安利一下我们的剧，同时跟大家说个再见吧。嗯，祝大家拥有一个浪漫的冬天。好，脱轨脱轨，永不脱轨。